强度桥这边的市场多数都要收费。然后呢，如果当你量级的时候，你可以去 JJMO 那边的市场是免费的。我们今天要去扎都扎市集，然后今天是我们的第三天行程，然后我们一样坐着饭店免费的接驳车，先前往我们的基隆站。然后咱们先上，我们会到我们的猫区，然后下车。OK， 我们等一下见吧。现在来到了扎都扎，它是全世界号称最大的、全球最大的市集，它拥有15个足球场这么大的空间，然后一共有15000多个摊位，非常多。然后它的特点是它中间有一个中塔，对，如果你迷路的话，选这边为集合点是最棒的地方。早市的时候人比较少一点，可是下午的时候人可能会越来越多，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。来到乔都卡市集，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？以下列出几点，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。第一点，穿着舒适的服装及鞋子。天气很热，可以自备扇子、饮水，要记得防晒。2008年6月开始，市集全区禁烟，违者将罚款2000泰铢。包包最好前背或侧背，有些区人挤人，不注意可能会被扒手扒走。口袋里的手机与钱包一定要顾好，可以的话最好钱分散投资。行走时避免跟别人碰撞。如果不小心迷路了，可以以中塔为集合点，两手空空或背个轻背包最好，包包可以选大一点的后背包。行李箱，行李不需要手提，看东西也很比较方便。在这里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买，这里就像迷宫一样，回来找到同一家店是不好拿到的。当你尿急的时候，大多数的厕所都是要钱的，要3块泰铢。如果你想要免费的话，可以去附近的 JJMO。听说在这边逛一整天都逛不完，我们就来今天来看看，真的是一整天逛不完全部的东西吗？好的，我们现在就去逛街喽 ，Let's go。In a wonderland without angels, that is how I feel when the mirror. 我刚买了50块钱的冰棒，是他们特色冰棒，只是它这我包还是葡萄口味。他们的橘子是很像我们台湾的，我们吃的柑橘的那种橘子一样，酸酸甜甜的。现在中午已经到了，然后呢，刚刚我们想要上厕所，但是那边大部分收费都是3泰铢啊、5泰铢左右。那我们现在要去 JJMO 休息一下，然后顺便去那边上免费的厕所。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人突然按了龟骨子一下？让我们倒转一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上货的是阿嬷，她想要帮我们按摩，有没有？按摩一下怎么要钱？她按摩可能是要收钱，所以要按摩，她帮你按一下，然后就我看就啊，她就跟着我们，看到？可能是要按摩，你看，她要按妈妈了。没有啦，直接跟你要钱，不要那么惊慌，好不好？Thank you.
动产品，你可以看到这个，是什么东西？就是热水，就是让你来消毒这个餐具的。中午来到了 JJ Mall 来吃他们的食物，因为我怕桥头山那边的食物路边摊不太新鲜，可能会拉肚子，所以我们改到 JJ Mall 来享用。然后呢，第一道我是吃他的绿咖喱，然后加上他的汉堡饭，然后旁边就是甜辣酱，这样搭配是不素颜，所以是炸弹饭。就是要吃泰国最有名的芒果糯米饭。酸甜酸甜的，它的糯米饭，好吃耶！上面有加一点椰奶，那里面帮我加一种配料，脆脆的，很好吃。刚刚已经逛完了扎杜扎市集，然后呢，现在呢，前往桥路甲旁边的 JJ 绿色市场，看看它长什么样子。往下的绿色市集，带大家来看看这附近有什么东西。Like a broken soul in a wonderland without angels. That's howWhen the mirror shows me a stranger, yeah. And I know that. 啊，肯德基的炸鸡哦。我要点的炸鸡饭看起来非常好吃。然后这后面就是要付钱的厕所，厕所一个大概是五泰铢，它会这样子，有个门，你要投钱之后才可以进去上厕所。这个市集全部都是要钱的厕所，然后恰图恰也是要收费的厕所。它旁边非常多的餐厅，还有一些驻唱，非常的热闹，很漂亮，还有很多地方的美食，进了一些创意的一些小物，然后这边东西也算是便宜，有机会可以来看看这边咯。我们逛完一整天呢，要准备回饭店，但是看后面的人越晚真的人越来越多，你看满山满谷，还有看看我前面。今天的收获非常的多，我买了一大袋，准备回饭店了。逛了一整天，非常的累。经过一整天呢，我们累了，打完 BTS 直接叫饭店的嘟嘟车直接接我们，因为脚太酸了，然后走超远的，我们去了恰杜恰还有绿色市集，然后现在正搭车，我现在正搭车回我们的饭店，我们下次见。